李泌之后，然后跟随李官回宫，倒是会点火，吸引注意力，可谓处处涉险。 行，慢点喝，你别喝多了。阿楚，怕不怕？长安城已经太平太久了，此行凶险，我担心顾及不到他的安危。阿楚进宫干嘛？ 父皇认个错呀！父皇真的会杀了你的爷爷。他是个谋逆的反贼。我要回到燕北，这件事与你无关。你的父皇早已在台庙设下重兵，大魏燕北何来人也？九幽台上鲜血未凝，修理山上白骨未腐，燕北一世至今身首异处。够了。 在你我旧情的份上，今日放你回去，叫他好好活着，别死得太早。我马上就来，也就只有你能猜到，我并不很沉，我就是想斩草除根，一辈子都是。3年前的事情，我查清楚了，欠你的那个相护之情。 宇文玥，你我他日再见，就是敌人。